性感女神乐儿一直感情生活丰富，近日就有传媒报道，乐儿竟然翻给富二代商人男友，更加传出好事近。据知呢位商人男朋友叫王俊辉，家境唔错，系眼镜铺太子爷，家族经营眼镜工厂超过30年，自己亦都拥有3间眼镜铺。有传乐儿同王俊辉当初分手嘅原因系男方唔满意乐儿成日公开晒性感相，所以经常嘈交闹分手，直至到旧年年底先正式斩缆。但系佢哋始终都系唔舍得对方，成功箍煲。之后乐儿更加搬咗入男朋友据传市值3000万，位于沙田有独立泳池同埋花园嘅独立屋，可以话系爱得痴缠啊！